魏全从2000年开始积极跨海布局大陆的冷藏事业，在2002年9月份正式成立了杭州魏全，顺利跨足大陆市场。魏全指出了，转投资中国大陆的冷藏事业已经进入丰收期，但是冷藏事业的营业额明年有机会可以超越台湾冷藏的营业额，后年渴望呈现倍数成长，挑战超过母公司整体营收。